而今天《时报周刊》最新出刊的讯息指出啊，在婚事曝光之后呢，大家才知道原来驸马也长这样，也因此呢，有民众向周刊来爆料啊，地点就在香港这边，在香港怡和大厦的楼下的星巴克，据说就看到这对新人在这边甜蜜约会，马维忠小脑一人的靠在夫婿蔡佩然的身上，人显得有点娇羞，而且两个人说话都轻声细语的聊天，感觉是相当的甜蜜蜜，大家就形容这跟怕老婆的总统岳丈相比较，蔡佩然的 man 让公主变成了小女人，因此马家两代呈现出来的是老爸爸是 PTT， 女儿是黏 TT， 蛮有趣的一个对比。